好，马上我们是我们东风三缺一了。这个我们最近呢，这个好像都是男生打到最后我们的种子啊，两个女生加油加油啊！加油！上一集我们也是东风、南风两个女生分别淘汰，今天我们看看哈，女生有没有机会？好，扳回一城来，分神庄家。 看四下的牌，先看奔神的牌。加油！张鱼、狗、以及偏四波做成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可以出赛哦。南风、东风、北方、对，左手哈，南风、东风。 吃，拿进来。吃风牌先拿进来，再打牌。三条。一条。一万。几风。三条。二筒。 白皮，二条，发财，小鸡，一条，红中，碰。 北风，九条，碰，四头，四条，碰，拿进来，记得哈，好，五条。 五条，大声。七条。三万。哎呦！刚骗你一下下，一圈而已，还白倒下来。我还想说他刚待会会不会退三万，不知道。对，比较危险，他会从这边。会走这边的。如果有进来。啊，这的三万真的是多余。嗯。啊，那么漂亮的牌，五五六六六七万。 三万可以晚一点打啊，这个牌。想说三万真的不应该，你还要先跑，这不应该先跑啊？嗯，这个牌才五大的牌，对不对？随便靠一张八万、三万也都有用，还太早打。边三万啊，红中边张两台。好，来，东风三缺第二把，啊，方瑜。 15，那看四下的牌。我们先看方瑜的牌。够，纸题在乎一把，做成。加油。Benson，好，可以出赛哦。南风。东风。五花。一万。南风。 一桶，西风，碰，九万，碰，好，先拿进来哦。一条，北风，东风。 北风，南风，发财，碰，白皮。
白皮。九条。五花。发财。七条。北风。九条。白皮。二条。红中。五筒。碰。四条。九条。八筒。吃。红中。花。三条。好，卡三条。二条。二条。河湾。四条。九筒。五条。到了。哈哈，我知道。还倒下来。可惜。打太快了，他倒下来，没有，他也没糊到了。打三万听二五八万，那么简单，他就打个三万。对，啊，打太快。嗯，要是要有马上更加放的话，就会呕死。嗯，啊，还好啊，现在是做成是这个一花一台。好，中路三圈第三把，来紫皮庄家。八点。看四家的牌，我们先看直提的牌，加油，周成，加油，本省，加油，唐鱼，加油 ，OK， go go， 可以出牌哦，西风，一条，西风，西风，白板。二条，二万，七万，一饼，发财，八万。四条，九饼，四家的分数目前都差不多哈。五条，红中，九条，东风。二筒，三条，这时候摸到三条，五饼，哎呦，碰一个，哎呦，拿进来。没事。大饼。
八万。二饼。先放到，两个放中间。六桶。西风。两万。九万。发财。怎么了？三万怎么了？不是字幕打出去了吧？我太紧张了。太紧张了。对。指定要打，这牌不用想了。当然了，他没有牌了，你们看看，打安张，三万，不是给我单掉三万自摸吗？发财，四万，都没事，八头，五中。你人生一张牌，一饼，抓错。子提刚刚听边三饼被他抓砍，没有牌了，小心打哦。九万，都没事。三条，来，等一下。来，你倒下，我看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对啊，做成。我把我的眼打掉。眼睛啊。所以打到听牌并没有。本来要打五万听牌。哦，你是哦，你是前后伤了。对啊。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太紧张了。真是。那你要没听？我下车。下车了吗？对啊。你看边三平，我是不是拿一砍？讲的没有错。一看这牌就知道边三平一定不要拿一砍的。嗯。还没有呢。憋七万了，哎呦，好了，你就把一二拆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等一下来，七万一张，你免一张，这边一张，两张，还有两，啊，这张是你的，还有两张，啊，哎呀，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海底王，哎呦，机会很渺茫啊。还想到海底了，王庄。好，来公布三缺一，最后一把报告四家的积分。现在最高分是纸皮，他现在有5700分，然后做成的话现在有4900分 ，Benson 是4400，然后我们的方瑜是5000分。现在除了纸皮了，你们三个人都危险哦，啊，4900不见得是没有问题哦，因为4400、4700、4900，最多才差500分。嗯。啊，这三个谁放炮，谁就要出门啊，谁要走路。来，做成庄家，最后一把，五字形，看四家的牌，先看庄家做成的牌。冷静。Benson， 方瑜，子墨，子提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加油，可以出菜。九万，吃。一条，南风，碰，三万，九万，一桶。北风，九饼，九条，四头，东风，白平。北风，
七桶。四桶。小心了，各位。谁放破谁走。一饼。Benson 是一定要拼，因为四千四最低，你不能下车。好。另外两个或许还可以考虑下车。四条。六万。做好要冲了。你不见得要冲了。五笔。因为你四千九算高了。三饼。冲了。哎呦，干！亏。子模。啊！摸到了，终于。我怀疑一下。我想说，刚上次我真的假的？太开心了。靠！他喊字幕是有用的。吓我一跳。我以为喊错了，妈的，他那么犹豫一下，我要喊靠腰，这个直播呢？来牌倒下来，红中杠上字幕，三台四台，但 Benson 呢，刚刚本来就落后了，啊，最离他最近也差五百分，啊 ，Benson。先休息一下，拜不负还有机会，好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了，决战北风门，我要过你水，哈。好，来，这个我们都东风的 Benson 淘汰。嗯。挑战吧，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